所以哈，记得要备份哈，不然的话回，不然就回去再练习吧。回头就等于是在练习，多练习，练熟了之后，以后的话应用会比较方便哦。那再来最后呢，我们如果希望怎么样？刚刚讲的再延伸出去，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音色，哎，你可以快速音色，快速删除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音色之外呢？能够再把裂高哈，再把它增加变50，有点像是，每一列。那当然这地方，可能这个下面这个要先设定，设定的方法按右键裂高，这边设50，它会先帮我把这个裂高先增加嘛哈。然后呢，再换上一个，哎，不过哎，再来什么？要音色一个，所以这边在这一列音色一个，然后怎么样？再按右键裂高50。哦，那你就要重复，有没有？一直再上一个，再插入一个，然后再列高50。OK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哦，我不要机械化的，就等于是你自己当那个机器人一样的话，那怎么办哦？第一个哦，我们可以利用哦这个地方撰写一个 VBA。那撰写流程最好，如果你不会写，你可以先自己 demo 看看，把那个动作先记一下。那再来的话，撰写 VBA。那撰写的方式的话，哈。我是把刚刚的这个插入空白列这一段程式复制贴到底下啊，那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哈，因为名称哈大致上一样，只有多一个功能，所以我习惯加个底线，就是 underline 哦，然后列高啊，尽量不要用那个，不要用这个减的符号，这个减的符号好像保留之后，我不确定常常会出问题，所以尽可能用 underline 底线比较不会出错哈，然后呢。不过好像有同学会用到这个好像也不 OK，这个好像也是保留字。好，那列高50，意思说我第二个功能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sub 名称不能一样。那再来我怎么样，在这边先针对33列的列高有没有做这个等于50的话，那你可以这样做了，一般是这样，你可以先打一个 rows，刮胡先不要打，点下去有没有？它的列高的那个属性叫 row。叫做 height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，那记得哈、哦，最后再把它怎么样改刮胡33等于50，这样意思是什么？帮我把这一个列高改成50啊。不过特别注意，之前有同学常常漏掉一个，就是打完之后很开心，然后就执行，忘了加刮胡。如果你忘了加刮胡，会变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所有的列高。通通都变50，如果你有加刮胡，意思就是33列。哎，这个跟 sales 还蛮像，sales 如果不加，就是全部的储存格；加刮胡就指的是那个储存格。OK 啊，这个是那一列啦，哦，那一列哪一列呢？第33列，帮我列高变50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哈，一样，for i 等于32到3啊，step 负一，特别注意哦。我们原来是没写，对不对？没写的话是 step 一，预设不用写。如果你是 step 一，就是越来越增加一的话，不用写。如果不是，可能是负的，或者是什么13579 step 二的话，好，或者是三啊四啊，那个你就要写 step 好。好，OK，所以这里我们是反向，所以 step 负一，这个一定要写。如果你不写的话，它先执行32之后就离开了。就不会再执行了，因为 step 在32，再来就三十，再来就越来越增加，不会越来越减少，因为它预设的话是 step 一哦，会帮你加一，好，它就不会继续跑了。OK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前面大后面小一定要 step 负哈，然后我们 insert 一个之后的话，针对这一列呢去改变它的列高，我们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哈，第一个33列列高调整。我刚刚按 F8 了哈，好，再来的话呢，33，再来就32，所以针对32做什么呢？音色，好，32音色，音色完之后做什么呢？列高调整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其他都一样嘛，再来什么？越来越少，31音色，然后把它列高调整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的话呢，全部执行完，OK，一下就完成了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马上就。可以是也跟你要的一个结果啦。其实程式并不多，大概就是这么几行而已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
我这边是延伸刚刚的插入空白列，并且加上一个属性哦，哈 ，row 叫 row height 哈，就是它的高度50 ，OK 哈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哈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增加列高的部分哈。